吴言宝，别以为我办公室要找一个无。没呐，我无公司要报告。我当然嘛知你无公司要报告啊，也毋过我都看你敢那做小想要坐我迄个董事长的大位，所以邀请你入来，互你试一下。<笑>你敢那对我开临时董事会，敢那真不满吼？踮各这里面的怪怪，谁跟你家己的行为不检点，不出这样子风波出来啊？我安尼做，拢是有点无点好。 你敢会想过澄清呐？廖总讲召开一个临时董事会，就会当逼去我的董事长大位坐哦。我相信老客同款是支持我的，所以你上好爱有心理准备哦。要唔过顶边你都已经输过一遍啊，这边佫输，应该阮也关系关系，心会较疼。嗯，要唔过哦，开也袂开呢，你就先继续红声啦。等开了开煞。 我这看来是蛮保持，今麦才有自信的笑容。哎，姐姐，文生，你来拄仔好，我有代志要找你。你敢有确定甲阿宝讲好势临时当事会的代志啊？我感觉你的嘉宾哦，伊太有自信啦，唔知是要出什么阿宝对付我。 虽然定确定，去对我是支持我的，我绝对无要让任何人搞对董事长的位置去了。放心嘛，这件代志我早就交代好势啊，啊，不过今嘛，我有够较要紧的代志。你来，董事长有你的包裹啊，有啥？机关内无纸巾放在厝了，你上，你紧看卖。 三亿代票交换牡丹，账号、进口通知，看起这个人对咱背景真了解，这针对咱一个一个恐吓。一个恐吓？你意思是，你那时候赶快来应变？我就是提这个来要让你看，想要到对方卡手较紧，看到寄予你啊，真正是好胆，竟然敢开随便的三亿。 伊是物件无命通开哦！这是什么人？这是什么人？你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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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什么人？你
来跟我分咱两个，你就是，你就是。啊，不过今麦咱无进无顾，赵尊龙，你知影是赵英凯，你也是无疑犯啊。我看哦，爱心向黑处内底查清楚，到底是啥物所在，仿真监视器来针孔。阿哥，今麦这状况，咱就要先报警。袂晓报警，绝对袂晓报警。咱若是报警，这光碟对方可以做证物嘞。到时阵警察、检察官要跟我官拢会看到，你先警告人出去。你是十步，我是三步，你无想要做人，我干要做人嘞？我今晚来找赵英凯，别个母带偷出来我，我要给全部销毁。掉掉，千茜，你卖家是通风啦，这件代志啊，真正是赵英凯做的，你今晚赵英凯捣乱，都钓着人家假啦。啊，我冤种！
我老爸总统，我得给一个手术办办法来要欺负我，这搞鬼，我绝对不会进。走，走。再见。妈，咱倒也得偷等来。阿连我爹咱倒所有的人对赵家公妈，总算有一个交代。姐夫，阿是讲，黄文川甲潘倩倩，那我应该做地契给你啊。妈，你放心啦，我是照法律的程序咧行，绝对无违法。而且我甲倩倩嘛已经离婚啦，对即马开始，咱赵家都无种五亿的成本。咱即马甲一款查某人哦，都变过安尼苦苦甜啊啦。啊，唔过嘛。而且即马甲潘安娜离婚啦，就不能搞冤家呢，我也真无聊诶。无聊，无聊，毋是咧拼扫景气啊。你看，你跟我起来讲，我听一下。张凯，你想要搞个共享受？海明啊来啊啦，你别无聊啊。潘安娜，啊，阮离遐跟你离婚啊，啊，土地嘛幸运啊，借问一下，你来阮家是要安哪啦？问恁赵家的人到底是要安怎啦？我都已经跟你缠无到水无流，土地嘛已经承认啊，谁还搁要用这款下流的手段来对付我？潘先生，你讲话较客气啊，谁用下流的手段来对付你啊？就你啊！为着要把土地退回去，怕死都唔肯跟我离婚，规工啊对前对后，害我袂食袂困的，结果伊拢做翻你个阿伯蛋传单侮辱我。今嘛我已经把土地承认啊，嘛承认自由啊。现在我们用这块下人宝石来挥霍外面乡，莫名其妙。潘建杰，啊，当土地阮摕转来啊，应该嘛跟你离婚啊。阮真正无想要阁跟你有交缠的。阁再讲，阮应该无可能做出伤害你的代志啊。刚刚呢，啊，恁调解作风就是讲一套做一套啦。君子拢做伫嘴的，背后拢是做小人啊。安怎？啊！哪搞解释？气死人！我都已经跟你离婚啊，我已经自由啊呢。我跟黄文昌要安怎？那是阮的代志，给下条有关的样品啊。这敢是辛海光碟？潘安娜，阮离开敢有这尼啊无聊？土地都幸运啊，阮敢需要那对待你？我知道了，你自我感觉良好，对不对？你还真跟我离开吃醋。赵英台，你做真简单，就是要赚钱尔嘛。寄物件来恐吓我跟文昌，而且佮传简讯要来甲阮偷杀伊。赵英台啊，就算讲恁爸妈要看医生无钱，以后要去蒙白，嘛无需要有个这么济啊。潘建贤，你莫纠缠阮爸阮妈。安怎？我伫一生五里，我拢袂好你啦。既然你敢安尼对付我，那安尼我嘛袂好你后悔。我绝对要跟你讲个死。偷袭，偷袭种代志，你教我，我唔知要安怎做。要过潘倩倩，我今日真欢喜，听到你家讲这个好消息，因为你总算有报应。你免搁伫遐加做唔加当哦，啊！你去送啥物查某囝？假使讲你也无想要食免钱饭，赶紧就把母带交出来，让我销毁。啊！若不到时阵，这影片流出去，我绝对的。绝对安怎？潘倩倩，你走来阮家骂我，纠缠阮爸阮妈，搁讲我甲你偷袭，请问一下，你有啥物证？这影片是我伫厝内底互偷袭的呢。除了你以外，搁有啥物人啊？你确定？潘倩倩。你得罪遐尼侪人，还佮黄文昌做遐尼侪伤天害理的代志，今仔日恁互偷去性爱光碟，佮有危险，这是恁家己做起来，你佮敢来找我兴师问罪？你这袂见小查某，卡叔你要偷公道，应该是我向你偷；卡叔要行欢迎，应该是我告你才对。张英台，好啊，倩倩，听我考考你，啊，恁当哦嘛是算虎头虎尾。你若是讲吼，要家己一个人命更小，你嘛替恁爸爸留一挂面子啊！你都无证无据，谁那要侮辱阮英凯人？
伊无可能做出伤害你的代志啦。简大哥，你敢知你这宝贝后生是用什么款的手段逼我把土地还你呢？我唔管你安怎逼你，啊，不过我相信我给你后生。伊哦，若要报复你，早就报复啊啦，谁那就等个离婚啦。起码你跟赵家无任何的关系，请你出去。除非你和我姐交代啊，啊，若无绝对唔走。哦，唔走是，可我需要放炮啊，请你离开啊。还是要阮报警，请议员啊。唔免用较黑啦，啊，若要好人走哦，一支扫帚就够。老师说的对，言教不如身教。原来赵英凯就是跟林志对北部有样看样，算才学会晓一款下流的手段来对付我。潘安啊，你是好阿妹，拜托你紧离开。你若是无要离开，安尼好啊，我用 Photoshop 哦，替你的光碟做一张封面好不好？啊，厝边头尾大家发一张啦，看你以后有面头来无？我相信李兄绝对袂做这款代志，这一定是潘安娜离婚了，唔敢安把土地还来，才用这种恶报要侮辱李兄。我看这影片，一定嘛是假。卡叔讲啥是假？潘安娜拄只是安怎这么激动啊？无安尼好啊，紧帮我大家看卖啦。不对哦，你无感觉这影片怪怪？我嘛感觉有问题。这段影片摄到的角度拢是千千一遍，查甫为什么人根本看不清楚？而且这段影片一看就是经过剪接，敢是黄文章偷摄的？这段影片摄到的角度拢是千千一遍，查甫为什么人根本看不清楚？而且这段影片一看就是经过剪接，敢是黄文昌偷摄的？啊，黄文昌不是跟潘千千做伙，是安怎搞安尼做？千千手内有真多现金甲股份，咱待土地行烂以后，黄文昌都无法度做土地开发，伊只有可能想为千千一遍，甲损失讨回来。嗯，有道理。至少即马证明李遐是清白的，那么若是李遐做，伊敢需要对黄文昌遮尔好，拢无去着黄文昌。嗯。啊，这个黄文昌的心肝真正真凶呢。我想袂到李伟遮尔啊善良，竟然有这款后生啦。妈，你别烦恼啦，这个代志跟咱无关的。啊嘛，希望倩倩较早想通的啊，莫一直叫是讲哦，咱赵家拢要针对伊啦。赵英凯那回答你，敢有甲你回信嘞？伊要哪有可能甲我回信嘞啦？才怕信不信？这赵英凯真有够无路用的呢，敢做不敢当。除了伊以外，谁搁敢跌出来在搞偷袭啊？我就知影是安尼啦，无证无据，你找我也无效啊。伊摕这个物件威胁你受罪呢，伊哪有可能信你？而且赵家一群人，搁被赵英凯做伙咧欺负我。因糟蹋我，甚至搁赶我出去呢。我这次烦恼是赵兴凯因会把光碟捞出去。为着要报复咱，这是有可能的。伊就呛声讲买你三亿啊！咱若是无想办法给你赚到这钱，伊是绝对会放咱出来。
要唔过我已经来讲啊，钱我无可能给伊，钱我嘛该呛声。只要伊若敢来讲，直接流出去，我就一定要告伊到死。你哪会遮冲动啦？你该呛声敢有效？伊敢会乖乖听你的？只是会加生气，煞落来哦，唔知佫会出甚物垃圾波啦。那你即摆是要安怎啊？我都无其他办法啦。好啦，即摆想较济啦。林局长厝的时间差不多啊，敢要先倒去？对啊，我再有你提醒我。好啦好啦，咱即摆是转饭店啊。钱拢卡在度假村那边，我都解决。那无，我就直接找赵英凯桥，绝对袂让你受到这款的不了。姐姐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想办法解决这件代志。看到啥啦？你较冷静个啦！是咱去红桃园那边，去来关车。姐姐，迄不是啦，迄是饭店 SPA 摊位广告啦。是去有赵英凯偷袭的代志，刺激到啊，心内才会这么不安。看你这惊的啊，我真正就不甘的。我知，这件代志我无法多一个人应付，你来我多三人。你放心，我会陪在你的身躯边，咱两个人做伙解决这个代志。好啦，这是饭店。看到你这模样，让人起怀疑。你先去办公室休困，我去替你买你上爱啉的肯亚咖啡，让你提神。安尼你才有精神去应付临时董事会。加个蛋啊！我特别买两份，就没有你。真是哦！啊，这间我唔捌去过呢，点解来食看卖？行，咱来公家。嗯。啊，便当啊！你今日看起来心情未歹哦，是唔是有啥物好代志发生啊？算是好代志啦。啊，不过因为我今年醒来就有一点补啊，所以我们家今天该很紧。到底是什么好代志？干嘛跟我听？我谈恋爱啦，就是今年看到迄李佳亮啊。是伊哦。啊，你不是讲伊结婚？伊有保证，跟我做伙了，袂甲别个查囡仔学袂来，我才答应跟伊交往的啊。所以这是咱最后一次做伙食便当啊。伊袂当做出会互我误会的代志，我也袂当互伊误会啊。虽然我知影伊人真实在，而且我嘛敢甲伊当做朋友尔，啊，不过总是爱顾虑到伊的感受。那就是讲，以后咱来保持距离啊。是的啦，我是来无方便讲，以后要去看电影就看电影。要去夜钓就夜钓，我知影我甲你的情目生了就成的，所以你看到我，你感觉足安慰。啊，不过我真正不是伊啊，
咱两个跟海当做朋友尔。也不过你真正跟我的太太生得足像的，一点都无差别。我根本就无法相信你就是爸。你是不是有失去记忆？所以你才袂记我，袂记恁爸。就是这样年多好，我确实有失去记忆。那你就对啊，你一定是遗传无唔对。我就想要知影这段时间你到底发生啥代志。你先听我甲话讲完好不好？我刚才失去一部分的记忆，其他的代志我记得清清楚楚，包括我是谁，阮家有啥物人，我有一个姐姐。你有姐姐？你不相信啊？不相信，我即摆打电话给伊，叫伊甲你讲。那无情，我搁卡一遍。但是咧无缘，就无接电话。刚是你接个卡来？公司的。喂。哦好，我正要睡觉。拍谁哦？临时有电话报国外省，能帮到报到家，我想来找啊。哎等。还是安心下吧，哪里要的？多谢。一点经验就让乔林太太，再见。收据，我跟你讲哦，因那老师哦，拢是日本请来的，口音哦，绝对无问题啦。你的日文补习班，我给你报名报好啊。啊，你是安怎啦？土地不是已经套回来啊？哪会讲由头到尾心事重重？我你想讲哦。我当然搞了几样的东西。人咧讲福无双至，像我刚刚找到宜萱，阮家土地就用抢。阿姐啊，像我刚刚把阮的土地抢回来啊，宜萱说已经稳定交往的男朋友啊。既然你这么艰苦，啊无我陪你啉酒较优秀啊。看你是要啉高粱的威士忌，还是红酒、白酒？我怎么出来买？别啦别啦，啉酒伤身体，我无想要做一个刀片人士啊。你坐伫遮伤心艰苦嘛，是感觉一点帮助拢无啊？你敢无拍算要去甲叫回来哦？啊，既然若是安尼哦，就表示我有机会啊，对不？其实啊，我嘛是当给你温柔的安慰。我看你啦，咱两个哦，即马就来去约会，看你是要啉咖啡、看电影、爬山、钓虾啊，拢会用的啊。咱一边哦培养感情，啊一边哦会当让你转移注意力。我即马无心情，我无帮你想遐济。你无在条想哦，你就莫想，我替你想啦。啊，你看你即马呢，无魂无体，敢若稻草人嘞。你去哪？你得对我去哪？呀，起来啦！你到底这样嘛是浪费公司资源。大哥，你爱深呼吸，莫甲开胃掉嘞，安尼心情才会快活。紧的啦。Yeah.
算看吗？看你有机会跟你某约回来吧。我不信，我不信的。你不信，我信啊！呀，算一下，袂敢是对吧？哇，你好，在这个帅哥盛家爷 M M。好啊，啊，我就请您叫吼，替这位有缘盛家名。是讲先生，你之前敢那是乌龟在算命，啊，那今嘛干嘛叫啊？好，我遮久哦，今年是客户要走去啊。我今嘛甲讲了吼，家事伫咧鸟顶面啦，所以你放心啦，这鸟吼，搁较灵些。我同你讲，我不爱信。我就跟你讲哦，心诚则灵啊！啊，你今麦这么伤心失望，算着真来要紧啊！若是算着好诶，无你看你有新的希望啊！啊，若是算着歹诶，当然比今麦更加歹。林娘，林娘，麻烦哦，你替赵信达先生哦，求一个签，算看嘛，伊的婚姻感情安怎？处理变风云线，光明清净照世间，一番前途大道通，诸事千劫保平安。好，这是上结签。啊，这签诗的意思就是讲，恁两个姻缘就敢那太阳同款，若是气候云炸着，散去了后，恁就会当结作连理。万事对通。但是我是请你哦，算伊的姻缘，不是阮两个，阮两个不是一对啦。是哦，啊，不过陈少讲恁两个真速配呢。啊，不是啦，阮两个真正不是一对，阿婆，你请伊搁抽一支啦，搁定抽一支。意思不是破啦，同款的代志袂当让陈少算。阿婆，咱即马该切字好啦吼，好我算一下，一边一定算较准。枪好，有心无靠，只可惜啊，不是迄个一世一家，是迄个人头低咧啊。啊，这个心台鱼，心甲靠分两边，还佫有写了有较分开啦。心若听袂到靠伫讲啥，靠顶面还佫三个是对条，恐惊有第三者伫阻挡。所以心甲靠吼，爱我较紧，这会当有心声吼传到对方。啊，不过就算是传到对方了，顶面迄个三角话啊，这里捌恐吓一时哦，也无得来。是嘞，啊，不过对方已经记住啊，嘛够有男朋友，敢我你还会用抢？我唔是讲过，就算讲白啦，迄个三角暂时也逃未开啊，要怎经营是个人的缘分啊。先生啊，你讲讲这么多，有讲跟无讲不是同款意思。我认为先生讲得真准，多谢。我已经想好了，我要继续讲出我的心声给你听。凡是有一天这三个头发都套，你看，我才讲算看嘛，不要紧啊。你今麦是不是都有新的希望啊？当初丢我的包裹，
什么人进来？提单掉，没有钱人看到，你嘛没有发财无？提单掉，是，小蕾。当处长，这些观众叫上来这么大，来对我们本家人警戒。当处长，不知观众叫有打电话来，讲来对够几份备份光碟。这无你的代志，你先好用。是，也够啦。多谢代志，不要改成哈公仔哦。我知。在你的身边，咱袂当可以用这个懊悔拍卖。不过我已经准备准备掉啊！我真正唔知要安怎，我准备飞机没啊！姐姐，你要坚持落去。赵英凯跟孙万要保护咱两个人的，伊如安尼做，咱愈袂当认输。小摊的，竟然卖得三亿，真正是小人。唔对啊，应该够像是安尼啊。这人特别来传简讯来，都敢那要偷钱，而且一开嘴就这么大笔的金额。刚刚偷袭我的人，不是应该是另外别人。那有可能啦。够像会安尼做，起码形容我嘛唔知像会安尼做。到底有啥物人会用走去阮家，而且佫知影我佮你的关系？咁是狗仔，还是咱的甚物元首人啊？到底是甚物人？文昌，这手机简讯你可以调查一下，看卖是不是当追踪出来，什么人传讯息给我？给你。无效啦，对方刚才讲，这把柄是王八机传的，就算我查掉也无效。那你即摆是要安怎？刚刚恁只一点办法都无。你放心嘛，我一定会想办法查出这到底是什么人做的。那真正我查到，我绝对爱伊付出代价。好啦，等下你快开临时董事会，心情唔通让这个代志影响到。我你等下要安怎甲李嘉玲抢董事长的大位？文昌，好佳哉，有你踮伫我身躯边，我唔只会当真冷静。对啊，小等的会议无你无好做，你开好无？我若无惊讲我即摆精神状况，无法多一个人应付。好啊，我陪你去。啊，不过你免烦恼，有阿宝斗三工，我相信客大一定会继续支持你做董事长。也唔过，这个
件代志袂用干那相信尔，咱一定要100%确定，这件代志绝对袂有问题。为着保证袂用有钱无事搞菜，你即马先打电话阿宝，甲伊确定者。好，我即马敲伊。你敢不是讲无问题，哪会无接电话啦？好啦，你唔免惊啦。阿宝应该是伫路下要过来啊，可能是开车不方便接电话。你放心，凭我甲阿宝的交情，伊一定会拜托客大的，挺你到底。今仔几个心情哦，我一片光碟不干，乱吵吵。我煞袂记。点评阿爸甲客大先咱咧听话，所以我相信，就算讲李家明今仔召开这临时董事会，那里我无管，因为那共款，毋免想要甲我对董事长的位置点咪求。高高之烟呢，连开会我那从妈妈来哦。李总哎，小丹你刚才开会开到一半，阿你妈天话就做啊。潘倩倩，我今是带伊妈来开会，阿你嘞？哦，阿你一个饭店当厨长，带小王来开会哦。无你今麦是甲龙泽饭店当作是你的偷情宾馆，阿是八卦杂志拍摄现场啊？你都未跟他拍摄哦？哼，我写提纲就更小哎。身边的小王啊，蔡总哎，我是这间公司的董事长，你是唔好伫个遮后边讲话哦。我后边讲话，啊！你这件代志，报章杂志拢已经替你宣传啦，你搁惊人知啊？那是杂志后边写的。啊，今仔真的是大开眼界。我本来想讲哦，迄种八卦杂志。刚才吃饱营养无代志做的三姑六婆才来看的，想袂到蔡总哎，你安怎看个这么认真哦？等下，洪文昌，阿七个朋友，你今仔是以什么身份来参加会议啊？你唔是龙泽员工，你无这资格来参加董事会。李总哎。咱想问一下，你有什么资格管我？之前你会当大叔大姨，请杨子欣做你的特助，让伊陪你开会。我是董事长嘞，我当然毛宽你决定，我要请黄文昌做我的特助，所以来陪我开会，这么小钱合理。恁卖了准讲欠欠一个人，恁就当欺负伊，想要甲伊对董事长的大位有爱，无这么简单。潘金泉。之前就是给你一个机会，给你做董事长嘛。你唔但不甲饭店经营好势，还家己行为不检点，破坏饭店的名声。我相信大家袂给你机会啊！我有长足的把握，这届绝对给你输到心服口服。之前大家给你一个机会，给你做董事长嘛。你唔但不甲饭店经营好势，还家己行为不检点，破坏饭店的名声。我相信大家袂给你机会啊！我有十足的把握，这届绝对给你输到心服口服。干嘛呢？哪里有这等你看？你这个可爱妈宝，是别安怎搞我怕白啊？今仔日召开这临时董事会哦，其实是一点意义拢无。也唔过，就因为李总的要求，所以只好麻烦大家专工走一撮来参与这个董事会。啊，这董事会今仔主要目的是要改选董事长。也唔过，我相信我咧担任董事长的这段期间表现得这么好，咱饭店业绩蒸蒸日上，这是大家都看有。
理，我这当处长绝对袂免我。我爱甲你总有讲是诚实的，恐惊这临时董事会开煞了后，你有哪共款的失望？何董诶，我看代志无遮尔简单啦。你对这间饭店用偌济心，还是做了偌济代志？阿公，你有适合做这董事长的位无？我相信各位董事对你最近的表现拢看在眼内。我建议啦，大家哦，直接投票就赢的。蛮好啦，无需要浪费时间，咱直接投。股东客大是要支持什么人？要不过若是照顶边的结果看起来，董事长这道应该嘛是爱我来坐啦。你这话敢会讲伤过紧啊？客大拢未表态呢，到底什么人输，什么人赢，搁不知影。看起来你也是一定不肯放弃的，吴昌。我是送电话，我可以多代理。请问请啊，周小金，你来接不送啊？我等你开重要会议呢，你这个人是明后白鸡巴乱的。林秘书，即摆先打电话叫警卫来，把这个人赶出去。相公，我不是给你写，我今日就是以客大的代理人身出席。不可能啊！文昌，紧打电话叫阿爸来处理。唔免卡，真尔麻烦。阿爸人就伫遮。伊会当证明我今日是。各位董事，我即马就代表客大向各位报告，伊选择支持李嘉宾先生做荣泽温泉饭店的新董事。范倩倩，客大这届无要支持你做董事长啊呢？我看你都较灵命啊，回去哦，把你的物件款款的，带着你的小王离开这间饭店。周小金，你讲你是客大的代理人。要不过阮在座啊，无一个人捌见过客大个啊，口说无凭。你敢有啥物证据会当提出来证明你真正是客大个委托？安怎？无话啊？啊，无证明？时间收过紧急啊，所以敢若有口头个授权，阁袂附准备授权书啊。啊，毋过谢元豹先生。也当证明我所讲的拢是真实。你竟然想要那空嘴薄纸，凊彩讲几句话，就要代表讲你是客大的代理人？那你我买样的主签啊，讲我嘛是客大的代理人。我怎敢讲大餐？而且伊嘛一直侮辱我，讲我的表现让伊做满意，伊绝对要继续支持我。既然你都不授权书啊，那那些话得跟员工表示讲，我个起码也得是龙泽饭店的董事。我有
款你，把你借我拿出去，因为我手头掌握40%。是谁讲你要龙泽45%的股份啊？是谁讲你即摆要有这个权力，用个大只画去画倒？来，你敢无当作我是恁爸爸？我交代林律师去办股权转移的代志，我是讲咱办遮久还袂办好势。后来才我发现，原来我的文件互你偷摕。你是我的查某囝，你竟然伫我的背后偷偷做出这款的代志，你拢唔惊我这个老爸会对你感觉失望吗？误会啦，我真正不是调工的，我廖总讲伊。别个辩解，你的心肝内想啥，我一清二楚。你敢知原本我的心肝内还搁咧蹲底丢毒，啊，不过我知你做出这款的代志，我就做好决定。现在林律师已经将股权转移的代志规办好势，所有股权转到我的名下，这个表示讲，现在你的身上连一拍龙泽股份都拢无啊。对待我，哥哥安那讲，我是你唯一的查某囝。江大爷，你安尼对待倩倩，太过残忍嘛？哪点？你这个笨手，你今毛什么资格伫个龙泽董事会开嘴讲话啊？今仔日倩倩伊会规人走进去，拢是你害。我想无，你到底用什么方法甲伊洗脑？所以正听你的话，啊，不过有一句话你听好好，只要有你伫的，真正拢无可能对我家摕到一仙五厘。所以若是你甲伊到底是为着要得到伊的财产，安尼你即马就用个私心啊。江董事长，我尊重你，是饭店新的董事，嘛是大股东，而且相信你是一名理的人啊，所以。我嘛希望讲你要尊重讲，小新是客大，伊委托你，而且接受这间的选举结果。咱若是委托出这件代志，我会请小新照程序来行，以上个速度将委托书送你麦当署会。简单诶，你无讲话就代表你同意啊。李嘉明先生就是龙泽饭店新的董事长啊！多谢，多谢各位董事对你我支持。我保证，我李嘉明做董事长任内，一定好好拍拼，照顾每一个龙泽所有员工，而且将龙泽拼出上好成绩出来。多谢各位。先生，你唔通怨我，这是你家己做得来。这边我一定要有彻底，好好反省一下。我从来真正唔捌看到陈雪莉这款的爸爸，竟然指使我来抹掉家己的查某囝。潘倩倩，江大爷安尼做，拢是为了你好呢。你是唔通唔知影好歹哦？你到底甲企图来讲我什么歹话？谁做也无支持我。好了，倩倩，代志到这来啊，无事我袂讲啊，咱我想法来办啊，行。小金，多谢你，多谢到三天，我今日才顺利将潘倩倩委当署长的位给救了来。
出来。我无线，我送你回去啦。头家，我要一碗虾汤加一个姜。好，稍等一下。是你哦、喔，那天多好，今天拄着你。你嘛来这买虾汤哦？对啊。这台虾汤哦，足清足好啉的，你算内行的哦、喔。我男朋友偌推荐的呢，大家来拢讲哦，要加足侪姜的。阿丽，你要食盐水哦？不是我啦，是阮朋友啦。伊哦爱食原味的，你甲伊个性同款，足真足实在。真正是虾米人啉虾米汤啊，才是我的男朋友啊。伊讲话就是安尼酸够香，而且够一头热。任何代志只要互伊参悟着，到尾一定爱听伊的，就亲像姜同款啊。任何的食材只要加姜落去煮，到尾也敢若纯姜的滋味。你讲的敢是顶一辈我无机会熟悉迄个男朋友啊？听起来真有个性哦。伊的身管是真善良啦，啊，不过就是迄支嘴较歹，做啥就食姜啊。姜一开始食的时阵哦，就歹伫喉的，啊，不过吞下了，规身躯拢温暖起来。听起来你真正就该你这男朋友的哦。先跟我告白哦。哦，告白嘞，告白这件代志哦，离我有够远的啦。是讲啊，我较早去用告白的时阵，我为着要试验对方是不是跟我同心。我搁做一个实验，结果点要甲伊做伙呢？我甲我当阵男朋友约伫一个足热闹的所在，我甲伊讲遐哦，足歹停车，叫伊哦，伊爱坐公车来找我。伊若是袂着我，一定做着急的啊！我就秘伫边啊，甲伊偷看，看伊有啥物方法来找我。哎，若找会着我，就表示阮两个有默契，伊嘛有够了解我。你伤困难了嘛？也无去坐公车啊。我讲啊，是我当作男朋友啦，啊，就算通过试验，我最后也是分手啊。不要紧，我来试看卖。你要试，啊，不过每张状况无同款呢。我看卖要讲啥？小鬼，这个爸，是讲你真正是爸爸哦，人生的光明顶啊，多谢你。多谢你好好学习，将将好，我的人生我都重新搁充满希望。放心，爸爸绝对对你不离不弃。继续一块，这个爸，好。喂，安怎啊？这今日的生活？俺是讲买鱼仔汤给你，爱去。喊做我姜先啊！现在天气开始反寒，加食姜对身体较好。今仔日迄鱼汤店无开，我要去第一伊附近遐买，你敢会当来甲我载啊？嗯，我平常时唔拢徛好多摆，那上礼拜我接你啦。你嘛知影吼，有男朋友会好。嗯，那会当做司机，搁会当做水电工。半点钟。
我来接我就到，好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遐就歹停车呢，因为今仔日遐有大型活动，啊，佮有交通管制啊，你坐公车来，坐公车会到哦。公车我唔捌坐公车呢，哎、欸，江江好，我到底想要创啥？哎呦，等你汇传公车的路线佮号码给你，就安尼哦。很恐怖，感觉随时我隔壁不过，会去互踢破。你敢真正看好伊哦？我唔是甲你讲，我含我前男友最后还是分手啊。这种测验哦，敢来当当作是热恋的时阵好耍，袂当当作标准啊。伊足花心的，你讲了无唔对，我来甲测验姐姐。小姐，别回啦。别啊，你去耍啦。啊，太衰啦。我江江好，无代无志，叫我一定哦爱坐公车，是我考车啦，对。我你蛮好啦，其实大众运输工具环保，嗯，没办，完全没办。我今晚应该去对面坐，也是在这边坐。这是买花啦？嗯，是阿姨，歹势，该请教一下吼。像讲我若想要坐公车去三立商圈，我是应该在这边坐，也是在对面坐啊？在这边啦。哦，在这边吼。哦，你这双花水呢？啊，这双我偌济啊？少年呢，你问一下都尔，要怎尔客气啦？那无啦，还没跟你讲啦，因为吼，我今麦要过去上班，女朋友啊，拄好会送我两杯花哦，送给你，啊，这双子。我为中道啊，未到即久，你是我头一个人客，生意第二个就好啊。还未开始哦？是啊。辛苦呢。啊，无安尼啦。这全部拢买啦，三千有够。收济啊啦！啊，不要紧啦，不要紧啦，你收袂啦。来，多谢。哎、欸，啊，你要坐的就是这班啦。哦，这班哟。嘿，多谢你，多谢。哎，阿姨，阿你来遮。我嘛拄好要坐这班车回去啦。这拄好。哎呀。大哥，拍谢，我拿好几千个，要唔好爽爽？我大人家，我爱用悠游卡。我叫悠游卡啦。哦，阿姨，多谢你哦，拍谢，多谢，多谢。下人呢？你可以当回家啊。哦，下面回家哦。哦，阿姨，多谢你，多谢。拍谢，大家再请坐，请坐，下来困眠啊。谢谢。哎，别。不要光麻烦。我这是问你，阿公要吃什么？你这放在床上。那个东西吗？你知道我赚钱辛苦吗？干嘛？讲话那么大声干嘛？我帮你清理行吗？阿姨，我提太多啊吼，你后背我提来三担，阿你唔当想的。对啦。那我搞大三担好吧？啊。谢谢美女。一定要母亲节才可以送花的，把这花送给妈妈，感谢她平常这么辛苦照顾你。嗯，谢谢。是不是还少一句话？妈妈有，你看多好。谢谢。哎，先生，不好意思，打扰一下。哎，怎么样？我是江江好基金会啊，今日头都有办活动啦，送花给你心爱的人。看你某在边啊，囡仔某这么辛苦，你马上到三万子。来，介绍了哈，你好啊，帅哥，来来来，这花免钱的啦，送女朋友啊，其实吼，交女朋友送啦，就是爱好好讲孝顺，还赚多钱啊，你要开心才重要。来，后面也有，哎。多谢你啊，辛苦了哈，多谢你爱心，谢谢，多谢你啊。想袂到一次大公车，既然有这么特别的快乐。
友伊敢真正坐公车来，还是偷吃布坐客运车？我唔知呢。公车来哦、喔，是倒一个哈、啊？迄个啊，手拿一朵花，甲家己装个敢若斑马迄只。斑马，知道。你看无？我家己牵过来，你看。讲是高江江好，啊，不是讲玉弟家。我无迟到啊，人是走去对啦。叫我坐公车来，奇怪啊！看到我是谁？卖假啊啦，江江好。哎呀，无简单哦，真正坐公车来，无我靠。是讲哦，你出个这什么题目？之前早就有人搞课。嗯，你今晚是咧搞我等讲你搞过钱都没有信。你真好大胆，你搞破车是想跟你客气？上帝啊！专门的两劈腿。你好，我叫安晨曦，我是刑警大队，很高兴认识你。听到咱刑警大队就惊着啊，通做歹代志，谁叫掠去？阿伯，您去约会，我卖做电灯泡，我先来到。嗯，拜拜，拜拜。嗯，又来加票了。没用加。不是要约会啊？行啊。我爸真正这么凶，刚问甲饭店经营权留予你家边嘛，无好继续做董事长。早就甲你讲过，叫你把财产转来我的名下，你就是唔听嘛。结果不甲即马呢？股份拢互你妈收倒转去啊，啥物拢无，咱是要提啥工算啊？黄文昌，无你即摆倒会真心爱我，是袂要紧遐钱啊？我当然是真心爱你，所以才会替你着急啊。啊无我即摆也毋是同款陪伫你的身躯边。那你想我即摆卖阁阿细细了哦？伫遐你怪我无甲股份让互你？我即摆已经做完，你毋知哦？潘倩倩这小查某，搁咧起翻天啊！我已经摕着我要爱的物件，了用早离开伊。若无伊的情绪这么无稳定，就参像一粒不定时炸弹，唔知当时的爆炸。好啦，是啦，倩倩，我只是关心你，你莫这么激动，我去倒一杯水给你啉。大通，无猜我今日是啥吧？竟然伫这时阵联合外人来做伙对付我，以后要想要爱我友好你啊？
静姐。吴昌，你有人搁传情讯给我，紧，你紧看麦。三亿呢？我要哪有遐尼侪钱啊？可恶，到底是甚物人？静姐，你别紧张，咱做伙来想办法。也不过我现在就是没办法啦。文昌，啊，那无三爷你先出啦，毕竟那片影片哦是咱两个做伙去。倩倩，我哪有遐个钱？我绝对无第二句话，我马上就提出来跟你斗三工啊！啊，不过我现在钱全部拢卡在度假村那边，我真正是无良心钱，然后提出来。哎呦，谁专门一个人要安尼对付我？讲真，你要我去死？好啦，伊甲冷静的代志还袂到最后，一定有办法通好解决。不过，只剩一个办法。什么办法？林爸，去求林爸，拜托伊替你出这三亿。无可能啦，阮爸态度打正的，但是我即摆求伊也袂插我。袂啦，我相信伊即摆是当咧红火头，伊爸真正这么绝情，国家安怎讲，伊是你的亲生老爸。亲生老爸又安怎？伊伫正人的面头前，何解你无面子嘞？伊对我这么凶，即摆你干嘛要我去求伊？好啦，我知影，你为着要甲我做伙，受着真侪委屈，不过即摆，咱真正敢剩一条路通行尔。我相信恁爸对你也是有感情的，只要你好好甲伊讲，伊一定会甲你斗相共的。我还阁想看卖啦，脚头阁足疼，我先入去内底睇一下。啊，我扶你。咩啦？家在我保险已经买好啊，安倩倩。我陪你演戏演这久，若是无让你吐钱出来，我不得了罪了。彩云，小金，恁这次回来哦，我拢无好好甲恁接风一下，实在够歹势。来，我先敬恁一杯哈。嘉明拄则还佫伫个公司无闲啦，伊讲伊会挂过来，即卖家己伫个落呀。姐姐，不要紧啦。啊，拄啊好，咱大家当做伙食一顿饭哦，欢欢喜喜开讲，安尼嘛真好啊。嗯，迄是恁好斗阵。即届我刚才为小新斗相共，啊，若无嘉宾哦，搁卡在总经理的位置，和迄个潘倩倩压落底，总算是出一口气啊。虽然讲哦，我嘛有实在老客，啊，不过有小金的斗相共嘛是有差哦。嘛是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，老客才肯定正面的定点，而且嘛看清楚潘倩倩的人品。唔知会改变伊的态度。嘉明有法度做当署长，我真正无出虾米力。哎呦，你想要客气啊啦？彩云，你是做个好命呢，早起唔呐洗了水，还佫有能力，而且又佫友好，这款早起也无得找啊。林宝宝哦，嘛真乖啊，做好事真好呢，佫会当照顾出来啦。哎呀，讲到这个宝宝，甲我一见面就是冤家啦。啊，不过虽然是安尼，嘛是家己的查某囝，我赶快嘛是爱疼你心。小静，你即个回来，唔来当甲阮过斗三工，而且买当加倍加明一个。加明的身躯边哦，就是欠你这款有能力的查某囡仔啦。静静哦，伊实在拢是一挂奇奇怪怪，好家再无做伙呢，啊若无，我真正是对心肝。嘉明的条件这尔好，有能力哦，阁真优秀。我相信，已经女朋友讲讲哦，一定真好。那是但见到亲像小金这款的查囡仔哦，我就更加欢喜啊啦。对啦，彩云，既然恁回来啊，我就安排恁住龙泽饭店的总统套房，遐有人照顾，嘛有人摒扫，看恁讲需要啥，甲嘉宾讲就好啊，伊会处理。啊，是讲哦，我甲小金去饭店住，特别想麻烦嘉宾啊。嗯，那也麻烦。一旦可以制造一挂机会，和小金阿哥嘉宾熟识，我是够较欢喜的。哎呀，跟他够讲话啦，来，跟家跟家菜拢拎起啊！好，多谢。哎，小金，你爱加食瓜，你想啥啦？多谢阿姨。
长，安尼也较好啊。啊，我甲子欣吼提早回国啦，即摆已经到机场啊，多则落飞机，想我卡就转来给你的。真实的哦，我嘛在机场附近嘞，啊，若无我过接你啦。啊，你拄落飞机哦，佮加上出关的时间，我过接你应该拄啊好啦。哦，免遐尼麻烦啊，免遐麻烦。我甲子欣家己坐车转来伊就好啊。刘董事长，这点就会麻烦啦。啊，熟悉人去接嘛较安全。您等我，我先过去。好啦好啦好啦，啊你都麻烦你啊哦吼，啊无咱见面就好吼。嗯，待会见。喂，妈，太谢啦。昨天徐东妹跟你餐厅吃饭啦，阿雄雄哦，病医病代志吼，爱过处理啦，我都跟你去吃。阿妈，我你个头前还过来讲钱啊，过年刚哦，再请你吃饭啦吼。好啦好啦，欸，我先跟你讲哦，迄总统套房爱扭出来分大哈，爱好甲你照顾，知影不？妈，我知影啦，我优先处理啦。哦，好啦，阿就先安尼哦，好。好啦，再见哈。太谢啦。嘉宾讲哦，病医面临事务状况，伊挂袂过来啊。啊，不过又讲，连江哦，伊会专工请你两个食饭。啊，不要紧啦，少年人哦，未来都应该专心家己的事业吧。嘉明是管会执行长，阁是饭店的董事长，一定有足侪代志要处理啦。学长，啊，你生一个这么重才的后生哦，不怪你当家头家嘛，拢这么疼你的心。啊哈。阿姨，嘉明在你阿婆营，一定要备些物件。等下我包几项菜送去备应给伊。嗯，当然嘛好。你看，小金哦，就是这么大心啦。嘉明要有你照顾，哦，我给我放心的。嗯，来来来，你讲哦。好。你看下袂？爸，没啦，你莫烦恼好不？等下比高时阵是顶即马看大呢。台湾即马即款温度是配啥呀？嗯，好啦好啦好啦。好啦子欣的行动，啊，就敢那复原了呢。啊，奶奶这间去美国去做治疗，都要白去的啊，是足好诶。牛蛋，哦，子欣，我哩再见就到位啊。嘉明，好久不见。好久不见了。啊，来来，我小行李哦，给车定了。哦，来，哎，坐下坐下。提早回来啊？是不是想讲已经治疗好势啊？是讲哦，提早回来台湾休养。是安尼啦。美国医生团队吼，建议子欣回来台湾休养几日，然后正规的医疗团队过来台湾，用上最新的技术给子欣做示范的医疗。爱哥做第二届治疗，子欣体面个唔是。阿伯，子欣，是啊，我这边的手术无成功。太谢了，贵爷孙公。哎，我看到哦，我看到有人就失望的表情哦。嘉明，你应该知影，无人会当保证手术一届就当成功的啊。我早就有心理准备啊，
且我真正最好运的呢，因为我阁有第二届手术机会。姐姐，你真正足坚强的，我嘛真佩服你。今日我做我是你，我做袂到。还是因为哦，我有一位足勇敢、足坚强的前世情人。我讲要放弃我，我哪有可能先放弃我家己啊？哈，对吧？我哪有可能放弃你？你是我宝贝查某囝呢。嘉玲啊，总共一句吼，真感谢你啊！我伫美国那段时间，给你这么多支援啊，甲帮助。啊，那无吼，我甲子欣两个人底下，一定有真多代志我当处理。我家在有你。我老爸，你同我咧讲啦，我无多啥感想。我敢若希望讲嘛，子欣伊目睭会当复原，啊，若其他诶，拢无重要。呀，咱就先。好。总算找到嘉宾的办公室。谢谢你。杨子欣今麦是看无，而且谢明跟他去照顾。嘉明，真多谢你，知影我到北回来，佫特别来接我，而且佫马上安排一个遐尼完整的检查。唉，歹势啦，是我吼想要着急吧，拢袂记咧一趟坐飞机转来台湾，马上替你做安排检查，会忝无？袂啦，我才袂忝呢。哎，拜托一下好不好？我是目睭无看，甲我的体力有什么关系啊？就是你的笑容啊，我等真久啊。我知影，我知影，你一定真关心我。你嘛知影。继续关心你。我知影你一定有真关心我。你嘛知影，我继续关心你。子欣。只间希望你去美国做治疗，就是希望你把机会当搁更好。也毋过更加希望你会当离开这伤心的所在，好好整理家己的心情。你目睭需要医生做治疗，才会当复原。也毋过你家己的心，都系靠你家己。我的心，我心内伤早就已经好啊，经过足够时间。应该早就无伫我心肝内啊，是讲我即马还袂准备好要讲一段新的感情，我刚刚想要甲我厝内人好好过生活，期待伊也照我讲。嗯，你讲了对啦，咱即马都莫咧讲遐，好好过你家己生活，吼。我真感谢你对我遐尔好。既然我是你的好朋友，那呢有一挂话，我应该甲你讲好清楚。我知你对我是，啊，不过你真正无应该，搁把时间浪费在我身上。我相信你真紧就到找到一个适合你的查某囡仔。李明山，你讲这我听袂落去啊，你就莫搁讲啊。既然我是你的好朋友，那你有一挂话，我就要讲好清楚啊。有一挂话若是讲清楚，是会伤心的。啊，咱既然是好朋友，你顾虑着我的心情，我嘛尊重你决定啊。咱就一人退一步，好不好？拢总好啊，哦。
妹妹准备就是好吃、危险的物件买你吃。哦，佳明，今日你家就多谢你的，那呢，我先来等啊。你唔同安尼讲啦，阿婆，我送你家下边等去。哦，唔免啦，唔免啦，我讲爸家己等去就好啊。嗯，阿杜小弟唔是讲我们是好朋友，嗯？好啦，那呢就麻烦你哦。嗯，爸，行。行 ，Go。干嘛的哦？我知道你对子欣哦，足真心的，但是你也了解。野心要拍开哦，无遐尼紧啊！你过去淡薄仔时间，好不好？快点，好，我知影。想袂到。江家豪跟小西竟然有熟识，小西刚咪来江家豪边头前讲我什么歹话啊？看啊，看辣妹。你叫辣妹，你叫辣妹好不？我看你怎么这么看呢？好啦，江豪，我现在想讲，你单纯是你先没想过这番。我现在小安，你刚刚真紧张哦。你想要创啥？小安可是身上真高追啊！你是不是想把你的咸猪手从边上去哦？那若无就把你手剁掉。你这搞食素，我拢唔知我女朋友这爱大呢。吼，食素。哎，好看哦，你等我告白等真久啊！哦。你水面，我是怕你伤害着无辜的少女心。你现在自愿吸收你这一个花心男，我那天讲过哦，我不入地狱，谁入地狱、啊？等下，等下，等下，讲完我可委屈了不？欸、我是牺牲我家己接受你这男人婆呢，你看我外牺牲就好。讲我男人婆，我就不爱跟你讲你的名去搞的冰淇淋，和你强求。我看无看。虽然讲哦，我身边有女朋友伫个，加上查某囡仔冒着性命的危险愿意对我起，我真太有魅力。笑分真侪种啦，那查某囡仔迄种笑叫做嘲笑，啊，那你迄个面种笑叫做傻笑。你准备笑我听？我咧排猪包，那小学生的呀。行。魔镜啊魔镜，这个世界上谁最自我感觉良好？你那拍心啦哦，啊，唔较早讲的，啊，这病情搞到哦。啊对切啊，你就高追啊！高追查甫人呢，拜托诶，高追你是讲我幼稚哦、喔？幼稚照着上新闻啊，好要紧啊！飞弟，就算讲你是幼稚鬼嘛，是我的男朋友啊，我绝对好好啊，给你照顾。哎呦，好有爱心哦、喔！哎，快吧，要圣诞老人的发礼物呢，给他特价礼物。来，你好啊，够不着，不可以乱丢垃圾，载我，干。这浪漫好囡仔，卖咁俏啊！没啦，你看这排只珠包，那小学生嘞，去排队，去排队去。来，生日快乐，领礼物哦！谢谢。谢谢。今麦无安嘞，你可能爱看我照顾哦。我先好你啦。不，现在老公都没赏脸嘞。规矩拢是赏的啊，浪漫像小朋友，卖咁俏啊。等，这里边，小朋友，等一下。来，叔叔跟你说，这个是限量版的，限量版的，你拿走吧。谢谢。哎，这名牌不收呢。拜拜。我可以换。不要紧。哎，圣诞快乐。圣诞快乐。圣诞快乐。圣诞老公公上什么 level？ 就奇怪呢，路边分的 level 是试用包，就是便利贴，那有需要有名牌钥匙圈给我啊？啊？喏，我改。你不是讲你改有？
公派去，够淡定啊！是啊，我找到原厂，请重新生产哦，零件要退换。啊，不过伊在库存内面哦，找到，唔知我到怎样给你处理。真是我收到上好的圣诞节礼物啊！来，我退换。是讲吼，这真正是幸运表啦。就是有这幸运表啊，我们家都拄着你。真的吼，对不起，我一定会好好的守护我们的感情。态度怪呀。哎，是讲我上你那一波，你嘛应该礼尚往来，上我那不就对了。那好人家己讨的啦，真正有够搞明白呢。好啦，你要礼尚，我送你。我跟你讲哦，哎呦可怜哦！你看啦，我知你介意啥，我就送你啥。我就爱跟你讲，哎，要小个细心。阿娘要计较，真像个幼稚。哼。啊，我就送你一项绝对足够意的物。Angel， 哎，你的头来 Angel 惊。啊。等你来看卡啦！好啦，紧啦！啊，嗯，老板，未歹，嗯，伊按时就穿这件衫困，还甲面顶的衣袂好烧，这份礼物心情就有意义啊！拜托，我想我李家亮呢，我大是假心呢，叫我穿这衫困，用看脸叫笑死哦！你困呢，啥会看到啊？很久哈，我想很久，刚才你看的是吗？老婆没有，老婆没有。老婆永远是对的，第二下料太厚了。啊，不要想想，爱妻守则，哇，这么一条下个拢最有意义的呢。老板，现在清爽麦滴，我一定爱背哈。大概偌济？199。199，好一张。好来。谢谢。谢谢。谢谢。圣诞节礼物用最具台湾代表性设计的红白塑胶袋袋的，正好一些大小给收。感恩，谢谢。这样。小乖，小乖哪在家？哎，咱家的小乖全给我们侵犯了。明诶，你现在想办法去搬倒。嗯。嗯。挑战，30分钟内吃下10碗地狱麻辣烫，赠送忍者龟一只。好的，一份挑战。对方今天有够后悔，来攻，来。他是向我们挑战，是向你弟弟，向你弟弟。我是替你报名挑战，好不？你啊，吃苦你啊！哎，你要稳住，我吃，爱坚持，爱坚持。不管怎今日哦，一定要替恁做过个小心的，要讲两下个。哎，你唔通勉强诶，你就嫌诶，为啥着我啊？不要紧，不要紧，我不要紧，加油，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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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啊，真正啦，那超过30分钟了嘞。真正。
小规模型哦，是马铃薯做的，这是我得到的奖品，你千万不要吃啊！没啦，这是拼性命才赢来的，我一定好好跟你顶上。哦。嗯。我到家啊，好久我回到家，分享。你到哪家？嗯。我送你回去啦，安尼够安心啦，我知影你咧想啥哦，你是毋是想讲要送我入去，然后起来楼顶啉一杯啊茶，刷落来你着。我就继续去啉一杯茶啊。你才袂遐尼单纯，敢啉一杯茶。你一定是想讲，我哎呦，我甲你讲啦，有一款代志哦，袂当急来豆豆来，想见我是无多接受的。是啥物代志爱豆豆来啊？还是什么收紧，三十分钟够。什么收紧上班啊？你先有别讲啥。嗯，是咧拍摄啥啦？拢大人大进啊，不是因啊，对不对？而且这是生理需求。你叫你慢讲，你讲。我是讲上厕所。那是个。我真正已经出来了。先跟你有别讲，我来找啊，你该坐公交的。我讲你这女朋友不及格，上无你嘛来家 kiss goodbye。嘴拢麻去啊，是要真相，这嘛无尴尬。无试看卖下噻。哎呀，什么干嘛？干嘛喏？拢蒜头的味。嗯，你家己买蒜头味。嗯，真假？搁试试看。哎，你买过来，我要来做啊。哎。好爽你啊！没啦，你来就好啦。我今日想先看你哦，你敢要秃头啊？洗澡鬼要到高处的，笨蛋！阿豪，我们家也秃头。我爱你有多深？我爱你有几分？我的情也真，我的爱也真，月亮代表我的心。你问我爱你，当你都会当接受挑战了，原来认真起来有什么事情做不到。我的情不移，我的爱好了，你听下歌。啊，那你想要听老歌？老歌才是经典，值得回味。
啊，那过去就让伊过去。我今麦是在和过去 say goodbye。不要过去 say goodbye， 干嘛你看淡？我把过去放下，是为了迎接新的未来。你家己嘛有真侪过去的包袱啊，我都放下，敢是？所以你嘛鼓励我，爱提起勇气，向我太太一讯告白啊。迄嘛就是讲，因为过去延续到今嘛，还够未来，都看你家己安怎做啊。哎呦，我的状况跟你无同款啊！我祝你哦，会当顺利拥抱过去，和恁太太变作你的今嘛，还够未来。啊，那我哦，我要继续听歌。每次以后，你讲一段新的感情，我刚刚想要跟我出来好好过生活。我知道你对我的心，啊，不过你真正不应该，搁把时间浪费在我身上。我相信你真紧就当找到一个适合你的查某囡仔。子欣，我到底是要安怎做，才能走入你的心肝内呢？身体较无负担啊！我妈安尼哦，也好看我妈爱食运动啦，伊就听袂入去个。哎，无对抗哦，你去甲伊讲，伊较听入去哦。哎，你真正足无意思个呢！食饭你嘛无来，即马阁叫我考勤恁妈，叫伊减肥，是要害我？歹势啦，哈，对啦，应该是我家己哦，去甲伊讲。甲你讲算笑个啦，哎，既然拄着啊。做伙练习效果更加好啊，就来比一下好吧。好啊，两个人做练习较有伴。嗯，给。想另外哦。
久无落这样做歌，真正足爽快。嗯。哎，多谢你牛啊。嗯。我哪有牛你啊？还是你家己哦，实力嘛真好，平常时你运动，嘛做生好，你的工作这灵紧哦，都好完啊。这表示讲哦，你平常时哦，的生活习惯嘛真好。生活习惯搁较好，心情无好嘛是袂了讲。你是不是心情无好啊？快就有罪。那有啦，淡薄挫折，啊，真紧就过去啊。那呢，以后你做运动，就要会记得叫我来哦。就亲像咱伫美国的时阵，你陪我做伙做福建，做伙做运动，啊，搁有啊，陪我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。陪我走出低潮，你改变的不只是我的病，还有我的人生。是你太客气了，你自己这种意志力，这种决心，我们就都会有这么紧，看到你现在这么健康，也是我最大的成就感。好啊，那你以后等你又来这运动。哎，我看你只有拉伤，不然就开车，那无我再去回去，我有一罐物件哦，要给你妈顺畅送过。不免啦，小可伤了。莫搁多强啊！你着我再去回去啊！哎，你应该白莲查某囡仔替伊开车，侬感觉伤到你的自尊心吗？哎呢，这伤我自尊心呢。哈哈，跟你更生气呀！啊，那呢哦，我都无客气啊。嗯。好，我想来换衫，待会门口见。好啊。嗯。这次我一定要用全力去争取我自己的未来，不论是事业、感情，我拢要完成这嘛。哎呀，小金，人来就好啊，搁送礼物，那才有心哈。来，坐坐坐哈。啊，恁两个人今日做去运动？哦，是啦。安尼好啊，你常常是咧讲爱运动才会健康。看起来小金哦，嘛是一个爱运动的查囡仔。以后你若是有闲哦，就小小来去较有看。是啊，小金哦，确实真好啦。啊，无你豆豆讲，我来倒地。阿姨，太谢啦，我的公司还阁有代志，那无我先来走啊。啊，这么紧就要回去啊？先啉一杯茶嘛。唔免啦，林刚我再来看你。安尼哦，好啦好啦。家己开车较顺利的哈，好，欢迎客家来坐，阿姨再见，好，再见哈。看起来小金对咱家明嘛是有意思，希望因两个人会当斗阵。哎妈，嗯，啊小金嘞？哦，伊讲伊公司有代志，是恁去处理啊？哦，对了妈，咱的迄酸痛贴布哦，放伫倒位啊？我今仔手哦，无说会去漏掉。啊，就伫个拖鞋内底啊。哎，啊，你是安怎？平常时一个这么溜达的人，哪会去受伤？这么无说的。啊，运动啊，难免受伤啦。以后我会注意啦。对啦，啊，你昨到底是去公司什么代志拖掉的哈？不然伊约好要甲小金妈妈食饭安尼，佫无阿倒来，安尼我对人就失礼。哦，啊，都病的代志啦，病的代志吼，我先处理啦。我相信小金伊袂安那接到啊。是啦，小金这查囡仔捌代志阁大方，是点顶下货也无地找。这么好的查囡仔，你若是有法度了到手，对你绝对是有帮助的。而且我相信你爸吼也足欢喜的。卖亲像嘉亮同款啦，带啥物快递买转来，粗鲁又阁无礼貌，刚来遐哦，巴结恁阿妈尔。非得你就是听我的话，紧甲小金做伙就对啊。妈。你妈安尼讲啦，啊，这感情哦，本来双方面爱互相甘愿的啊，唔是当摕来比较的。我甲小静伊妈妈吼是姊妹仔伴啦，卡出咱两家会当做亲家，对双方拢好。非得哦，你就是较紧甲小静了到手就对啊啦。伊对你以后的事业嘛是最有帮助的啊。啊，搁有，将来你若是要坐光辉集团的大位，嘛一定是有希望的。妈，我甲小静哦，阮是好朋友啦。啊，那不是一定要我约才会用的啊，一切顺其自然啦。
嘛不是讲你看我做一个好爷的查某囝，啊，我要叫，我得叫到手啊，一切哦，随缘啊。嗯，就算讲是随缘，你嘛是要家己争取啊。好啦好啦，我先给你换衫，较等下去公司无闲。今嘛靠何子欣，唔知道是不是影响到伊休困。野心要拍开哦，不会遐尼紧啊！你给我淡薄仔时间，好不好？果然到大胆，那是唔胆，敢真正等下到子欣才许我迄一天。舅舅，你俩跟我斗三工呐？你跟我交换任务，让你去保护伊玩好不好？哪会这里多好啊？俺拄到前男友。哎，啊，不过有可能这都表示恁两个人够有缘分，是天公伯啊，要借这个机会，让恁两个人再续前缘哦。你足无聊的呢，你明就知我哪一定无感情啊，讲这种。挂我的手链啊！哦，这是你的房间找到的啊！啊，之前你搬去大哥遐无摕走，我感觉这水的，就起来试看卖啊咧。这条手链啊，是我妈留给我，是较早我爸送我妈。歹势啦，我唔知啊，我唔知是你妈留给你的，啊，搁起来挂，歹势啦。啊，紧！真正就歹势。你若这么内疚，想要弥补我，你电话交我礼物，我去报你。哎呦，啊，不是我无愿意跟你斗三工啊，啊，不过大队长无可能会点头的啦。你想看卖啊？哎，议员是伊的爱妻呢，伊当然爱你这爱徒去给伊保护啊。啊，那真正是爱妻，伊想要我自己去。好啦，卖阁烦恼啊！阿婆，我唱一首歌，甲你安慰下。你问我爱你哟，你就调羹的呢？无啊，啊你之前失恋的时阵拢唱这条歌，啊你今麦阁为着李佳亮，你的烦恼，啊我当然爱唱同一首歌，甲你安慰啊。我爱你，你好古路调羹。这是我送你的珍珠手链。内面有做我需要的，你参考看卖。当年我袂当我面口过了好日子，才送你一条手链啊！想袂到，今嘛这条手链啊，实变成要寻找我囝这线索。一定，你的心情我会当了解，我会赶紧找到你的查某囝。张大哥，和小金哦，紧找到你的查某囝，卡免让你的对手常常用这件代志来甲你攻击。顶抓方便为了这件代志哦，也以为甲人爱冤家相拍，我是替你有够紧张的呢。真为方便啊，对你有够崇拜。所以我现在想要安排的心意去议会里面做方便的办公室的主任，通我替伊调解一挂代志，阿妈通我栽培伊哦参加政治。吼，唔通唔通，我感觉心意无适合插政治，伊颠倒是会甲你拖累哦。免那会啦，啊，心意的个性随和，啊，人阁良好，而且伊现在是大队长呢，要做大队长讲遐尼简单。哎呀，哥。做警察甲蔡政治都无同款啊！无你问小金。对啊，一定。虽然讲你的囝赛真拍拼，啊，不过嘛是因为大家拢知影伊的身份，我想这嘛是会当做大队长的原因啊。你即摆意思是讲，我当能力无好，专门咧考。
靠查某人才穿。阿哥，你无介意信伊，要批评伊袂要紧啊。啊，不过今嘛煞加炸一支嘴，来才乱咯。王斌，你莫误会，我是请求小姐来讲恁兄妹代志。哦，安尼可能是伊伤过热心，才会管到信伊遐去啦。周小姐，我想要跟你讲啦，我信伊哦，唔是空霸，才有法度做大队长的啦。而且伊自头到尾也无想要插政治，是阮爸认为伊能力好，才会想要栽培伊。阮家的代志你若无了解哦，请你掂掂。蔡议员，你真正误会啊，我无这个意思，我只是来替议长找伊的查某囝。安尼是上好的啦，要若无我今日继续讲哦，嘴子会去夹着。王明，厝内面有你的水务的，讲话加客气。爸，小安我的信任啦，就算讲伊伫咧遮嘛不要紧。我想要请问周小姐，你哪会认为讲阮家信义不适合插政治啊？王平，方平，小金是我找上来要甲恁爸斗三工找查某囝，算起来嘛是我的朋友。你讲的这款态度，敢若无啥礼貌。阿哥，我是想要问讲哦，伊是要来斗三工找小妹，还是要来教阮安怎插政治的？我安尼做，都会无礼貌啊。阿姨。不要紧啊，蔡议员的心情我会当了解。假使讲我替议长找到另外一个查某囝，唔知影蔡议员敢阁会这样滴人听？我今什么是你讲啥？我会惊我小妹回来，你唔通袂记哦。这几年来，我是甲阮爸斗三工找小妹哦。还阁有啦，我为着阮爸的代志，伫议会甲人起冲突，安尼算是惊吗？你批评信义就做愈煞，即马批评对我才来，我看你是来斗人所来乱的啦。王明，不啊，你来对人失礼。议长，真正无要紧啦，你着和议员好好啊讲好清楚，骂一个有够气的，安尼我才知影我到底是啥物所在得势啊。议员，假使讲你认为我替你厝内底的人找人，互你无欢喜。你就跟我讲一声，我就知影，我没个管你那事啦。啊，不了，周小姐，我需要你帮忙。阿芳平阿讲话，这个所在，请你莫看你心肝啦。放心，阿哥，你拜托小金的代志，一定赶紧处理。那呢，我就先回去啊，卡要让你拜托一件代志哦，拜托将你来。咱来走。一定要，我稳着先失败啊！拜谢拜谢，万事拜托啊！一定要没事。没事。总算是新白酒看到蔡议员的脾气啊，真正跟电视一模一样。伊哦是做议员做了惯势，煞做对村里来啊，讲话无大无小。因爸愈加动哦，伊是愈挑工。就算讲伊看我这阿哥袂顺眼，嘛应该看在你替伊爸找人分上，对你较客气。我看伊是惊我找到伊的小妹，伊就会失宠，唔才会跟我争的。啊，不过阿姨你放心啦。我袂甲伊计较的，你交代好我的代志，我赶快去办。我总袂当牵手你的侄女，赶快和你拍走啦。你实在有够捌代志，但迄个方平哦，根本就甲你袂比。讲是讲卖计较，啊，不过我拄只嘛是恁白条，因都转去啊。你是咧替我出气啦？搭这个方平哦，自细汉就甲伊母儿赶快，有样看样，单项代志拢是针对我来。自从选了议员了，手大骨较悬。那是有 case， 拢是随大帮人寄来写的，根本都是挑工的。阿哥有哦，伊虽然以为为的拢是伊的红事，根本都无想到我这个阿哥照顾的拢不是说出来。那安尼，我这个姓张的替伊出一口气，马上是真公道啊。
是讲伫个人爸爸的面头前，甲伊个查埔囝冤家，唔知影敢会对院长受过失礼啊？袂啦，阮哥若真正有生气哦，都袂甲你送到门口口啊。搁再讲，有我这个小妹伫个，你绝对当放心。安尼就好，多谢阿姨，免多谢。你若真正要甲我多谢，有机会甲阮家咪想看家一个。想袂到迄个恐龙安存死，竟然是一定的亲生查某囝。为呢，我绝对袂当让这种代志发生。文忠，你真是了准讲你有法度骗过我的目睭吗？今仔日就是你遐付出代价的时阵。你若无证据，遐代志是我做的啊！我毋是法官，我嘛毋是检察官，我根本无需要证据。这。以您的口才，海龙王应该真介意。能。